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和乔治猪为我们带来了，这是我们的三种彩泥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小猪佩奇来制作我们的彩泥玩具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橙色，取出我们的橙色，我们来制作我们的橙色的玩具章鱼。做八只触角，来制作两个黄色的触角。长长的黄色触角，现在把我们的触角摆好，这边是绿色，用我们的绿色制作一个绿色的围巾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把我们的触角摆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把我们的触手把它立起来，这边还有我们的眼睛。制作一个帽子，就是我们的花叶子。用我们的黄色制作一个头冠、花冠、花环。制作好的这一款彩泥玩具，我们就制作完成。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，这是我们的章鱼，就制作完成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